张师傅，你是飞连张老张铁匠的嫡系后辈吗？你用的铁针子是道光年间传下来的吗？我再买两把，真好啊！师傅，听说你的张连用盐水干活，这它有啥科学性吗？听说您的镰刀磨坏了，可以当刮脸刀用，是真的吗？张铁匠，你今天卖这个张家镰，为什么不砸上飞连张的钢印呢？早先可是砸着呢。哎，张师傅，你们张家铁匠炉会不会再起火？哎，我哥麦子可等着你们张家连用。现在正忙着等着有用呢。只要政策不变，乡亲们都喜欢张家连。我这钢印现成的呀。哎，不会变，不砸呀，变不了，砸什么？砸呀，就是给我砸上，砸上，砸上才行。今天是这位远近闻名的山村铁匠歇业多年重新开张的大喜日子。他本想卖完镰刀到集市上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可是却被一个女人哀怨的目光搅乱了他那欢乐的心境。张铁匠从心底呼唤着这20多年来牵动他心的那个女人的名字。20多年呐，记得是在初级农业社的时候，会儿吧，满头走，快走啊！咱们张庄分的那段工程进度怎么样了？不怎么样呗。哎，银锁兄弟啊，你怎么上工地来了？我把那木轱辘车换成胶皮轱辘，到这儿来试试车。胶皮轱辘啊，这木轱辘。哼，你的哑巴车会唱歌吗？你听咱的。满仓走，我先走了啊。好嘞。看啥呢？我看那车呢。你看那推车的人怎么样？去你的！快点，快点，快点！这车往那边去，往那边去！后边的跟上，跟上，跟上！啊，后边的快上来，快上！王木庆，你来一下。哎。啥事儿？下那手，你看，你妹子王腊月他们的干劲儿多高。我写了一篇表扬稿，你给用老伴念念啊。嗯，哎，请注意，请注意，现在广播一篇区夏秘书写的表扬稿，银马，看银锁，嗯。夏秘书，你看那车。嗯、我说木匠大爷，你那木轱辘车和那胶轱辘车比不行了吧？太笨，不行。满仓啊，别拉不出十来怪毛方啊！我的车子都是一色的枣木、柿子木的。打你爷你爹那边就推我的车子笨，我看的是你笨。哎，乡亲们，乡亲们，
有相中这胶皮轱辘车的，到飞廉张记铁匠炉说一声，保打保修还保换。行，好，有你一个，多少钱？哎，有你一个。你小子懒得好翻了你啊。哎，木匠叔，咱们农业社马上就要组成联社了，咱们搞技术活的也得撵上形势啊。撵你娘那个脚，你们老孙手下的人少管我们鲁班行里的事儿。你等着，壮壮的，你叫俺张庄的啥事儿？你把俺爹气病了，你知道不？你爹？装糊涂！你动了谁的心肝宝贝车了？俺给他气出啥毛病？嗯，他躺床上直哼哼，一会儿说腰酸，一会儿说背疼，一会儿还骂那个小铁匠。他骂俺啥？骂你是个乱撂蹶子、瞎踢腾的小兔崽子。这木匠叔好大气性。都怪你，给俺惹事儿。俺白天上工推土打夯，下工还得赶爹捶腰，比打夯还累呢。那叫俺咋办？咋办？俺得罚你赔俺。人可叫俺咋赔？去，不是赔，是赔。赔？哎呀，你这人耳朵是咋长的？俺不是让你赔俺，俺是让你赔俺。俺是说让你陪俺到俺家帮俺捶捶俺爹那腰。哦，中，中，我现在就陪你去。你真去呀？啊，好吧，去俺家。走。爹，我是区里的干部，那胶轮车能加快工程进度，是新鲜事物吗？爹，咱该支持啊。去，你去治你的。哥，啊，妹子，爹，我回区上去了。爹，哎，那小铁匠来看你的病，给你赔不是来了。嗯，爹呀，官不打送礼的，看人给你赔不是来了，嗯，你还拿起来了呢。不稀奇，黄鼠狼给鸡拜年。嗯，娘了个叫，你是吹腰啊，大铁？哎呦，我说你们安好心来，娘了个脚啊。孟建叔，我哎，你看你，人家好不容易给你请来个捶腰的。哦，俺爹这
这人吧，嘴冷心热，越疼你就越骂你。腊月，你回去跟木匠叔说一声，别让他生俺的气了。刚才给你水喝，你咋不喝呢？本来就热，一喝水光出汗。那给你扇子，你咋又不扇？木匠叔比我都热，他不扇我扇，那叫啥话？什么？哎，你这两天咋不跟俺爹撑腰去了？俺爹念叨你呢。是骂我吧？该骂。你那天把啥东西往俺家了？一条毛巾。还要不？给就要。给。这不是俺那块。咋？一条旧手巾换条新手绢还不愿意啊？俺打铁的不能用这擦汗。给。吹他两个脚。木匠叔，哎，你这个老贱不头子。人家银锁不光老实勤快，还有一身的好手艺，这样的女婿你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哎，等等等等等，他哥哥前两天给屈秘书夏母来说亲，说夏秘书看上俺那娇闺女了，你这快嘴今天又给铁进来保媒。哎，人家早自由上了。吹腰，吹你两个脚。把拉月给吹跑了。笑。就这样，黄木匠的娇闺女成了张铁匠的新媳妇了。来，我背你过河。嗯，嗯，俺不，俺怕人看见。没人，只有月亮奶奶，还藏在雾里。咋了？俺怕水鬼。哎，我是水鬼，你听着，你要是敢吓唬俺的腊月，俺非用火钳子把你架在铁针子上，不论你一百下。喊啥呀？不算拉倒。傻呀。银锁啊，俺想下河洗个澡。哎，你不怕人说你疯长？嗯，咋？信你们男人下河洗澡，就不信俺女人下河？封建。中。就像那大喇叭里唱的：“砸开那封建的老铁门呐！”腊月，嗯，俺想跟你一块儿洗，我给你看着水鬼，啊，去，不老实，快到小树林给俺站岗去。去。嗯，不许看。
腊月，水凉不？不凉，暖和着呢。月奶奶，你别笑俺疯长，俺又解放了一回。银锁，银锁，银锁，傅老师，乖。长大准是个好铁匠。哎，你看，咱们孩儿有个红痣，长大一定好认。给孩儿起个名吧。嗯，大名叫铁栓。铁栓啊，行，那小名就叫栓娃。嗯，对。做了父亲的张铁匠，不仅具有了十足的男子汉气概，他打铁的技艺也更加完美成熟。为此缘故，在栓娃两岁那年，当印马桥区变成了人民公社的时候，他受到了公社的聘请，担任了农具厂铁工组组长。好好玩啊。山娃，等娘洗完衣服就给你捉鱼去。那不是银锁吧？爸爸，咋把铺盖也背回来了？也不知咋的了，这两天我琢磨你准回来，才去十来天，你看我，哎，咋的了？遇到啥不随心事儿了？反正啊，我不能丢了咱们张家的字号，我打的镰刀、锄板，还得叫他姓张。那你就跟领导说说，还把咱那字号给砸上，反正啊，乡亲们看你那字号就格外喜欢呗。哼！可有人说这是和人民公社唱反调。谁说的？你哥。俺哥？哎，还是他舅，你娘家那位好哥，公社铁工厂厂长王木庆。啥？俺哥当厂长了？哼！厂长，他给俺爹学木匠活的时候，把个擀面杖打成大棒槌，打个箱子吧，没盖没门，是死的。气得俺爹直哆嗦，骂他是个不成才的歪脖子榆树。现在啊，可是歪脖子榆树成才的时候了。哎，他会放卫星。儿子，过来。咱们回家放卫星去。银锁，是上级让你回来的。哼，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我也不去了。上级抬举你，叫你到公社打铁，你哪能耍着打铁的犟脾气？那年你不是跟俺爹说过吗？干咱这技术活的也得撵上形势。眼下你也想想，是不是咱也跟不上趟了？那公社也得容得下百家姓，
让我打的铁活还得姓张。嗨，你呀，不砸自豪咱就不砸，也败坏不了咱张家的名誉。栓娃，让爹在家住上一宿，明天一早就走，中不中？不中。二啊，跟你爹说，咱家不收留开小差的。哎，要不听话，好好的，好好的，听话，好好的，好好的。总而言之，张银锁这个白旗非拔不可。他张家的铁盒在工艺上的传统要求，完全是对抗大跃进的条件论。他打的铁活非要砸上飞连章的铁戳子，这是给资本主义招魂呢。他的这些刁难实际上就是对抗三面红旗的破尿布子。经过研究，张银锁这个绊脚石必须搬开。我说两句，我拥护夏副社长的发言，张银锁对抗领导，对抗大跃进，这面白旗非拔不可。我要坚决打破私情，划清界限。我建议撤销张银锁铁工组长的职务，叫他去拉风箱打下手，好好改造。银锁，你要干啥？我把自己开除回家。好，现在我就开除你的厂爹。可我还是个社员，还有社稷，你总不能不让我回家打铁种地吧？这些生产资料都归公社所有，你敢拿去一件东西，我就开除你的社稷。什么？夏大社长，这风箱是我爹15年前用俺家那土木板做的，他姓张，这铁针子是我家祖辈传下来的，这些打铁的物件不是地主家的财产，你没收不了。你破坏生产，反攻倒算。来人呢，把抓起来。抓起来，快点，快，绑上，被绑上，绑上。你放开我，被绑上，绑上，你放开我，绑上。老实点，来，你老实。哎，哎呀，金锁，哎呀，死鬼，快进来！去。进来呀，快坐下。你这是咋的了？下那么大雨，你到哪儿去了？啊？哎呀，看你弄的这一身。你倒是脱呀！来来，快换上！哎呀，死鬼，你倒是说话呀！真急死人了！鬼啊，没长个兔子腿！
念不上今天的形势，怪韩长个木头脑袋，不会做亏心事，更害乡亲。银锁，银锁，你是受委屈了，跟俺说说啊。你别哭，你一哭，俺，你喝酒了啊，银锁。什么？去。喝酒也不犯王法。银锁，你咋的了？啊？我打的铁活就得用块煤，不能用面煤。银锁，你我打的铁活就得让他，你醒醒，姓张，姓张。银锁，不行。松手，死鬼，你可不能学坏呀。坏坏坏，夏社长批我骂我糟蹋我。银锁，你醒醒，醒醒。你哥哥是个狗，是个狗。你也骂我，你也骂我，我是他妈白起，你们爸爸，你们爸爸。这回我也得受连累。银锁这一闹，一拳打得夏副社长鼻孔穿血，鼻梁骨折。往后他那倒霉的鼻子还不知道能不能挣过来呢。银锁，夏副社长是专抓社办工业的，是我的顶头上司，你打了他就是犯下了罪，公社叫我领你去认罪呢。哥，夏副社长要咋办他啊？妹子，你别怨当哥哥的绝情，银锁这一闹，说不定有人说我是他的后台，弄不好我也得回家跟咱爹学木匠活去。走吧。腊月，我不该打人，该去低头认罪。可我长这么大，连个蚂蚁也没碾死过。银锁，你向夏副社长好好赔不是啊！俺也要向领导认个错，俺对你帮助不够。腊月，要是俺失手打了你，俺也记住这笔债，俺会恨俺一辈子，真的。走吧，快走。三年后，一个秋天的傍晚，服刑期满的张铁匠又回到了他的家。可是腊月和栓娃已经不知被逼到哪里去了。
谁呀？我。啊？是银锁？是我。哎呀，我的银锁兄弟啊，你可回来了。哎，一晃三年呢。哎，你吃了没有？走，到我家去，满仓喝碗汤啊。腊月和栓娃他们，都怪腊月他娘家哥那个不仁不义的东西。王木庆说他捧着公家的饭碗，要是腊月不跟你离婚，他的日子也不好混，他绝不要你这个劳改犯的亲戚。离婚证是他给办的。没有油了，我去给你倒点去。银锁，俺跟栓娃等你。银锁，满仓嫂，快，你先接住这个。这是腊月寄存在我们家的。设办工厂散摊的时候，腊月取回来这个铁身子，他给你留话，等他看见张家铁匠炉里的火苗，就是漂洋过海也要回来会你。满仓哥，他眼下在哪儿？你快说。去年春天银马桥食堂断了对儿，他爹死在炕上，腊月把木匠叔埋了，他哥又逼他，他就带着栓娃逃了。他娘俩能回来？你一定能再看见咱们张家铁匠炉的火苗苗。是啊，张家铁匠炉的火苗苗真的烧起来了。在那60年代初期的困难日子里，印马桥公社的牛书记来到了张铁匠的家。你就是有名的张铁匠吧？不敢当啊，你要不说我倒把我这个铁匠给忘了。可是乡亲们没忘啊，大家想你张家的铁货都想出病来了。怎么样，张铁匠，我给你原料，再给你10个月的时间，
你给我打2000把镰刀，500张竹板，都砸上飞廉章的钢印，还叫他姓张，你说中不中啊？啊？你们是哪儿下来的神仙？听您这口气，倒把我吓个半死。啊、哦，他就是咱们公社刚刚复职上任的牛书记。哦，好，里边坐吧。啊，你没听说过吧？有人说他是钻拉破车的老牛。这位是公社供销社的老李头。哦，眼下你们俩就订个合同。党中央领着咱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你就赶快生火吧。牛书记，您这不是让我发展资本主义吗？你也是让人拔过一回白旗的呀。放心吧，再不会拔你的白旗喽。党中央一贯的政策是集体个人兼顾，多劳多得，就是前几年搞歪了。可俺还是不能签。为啥？北山后还丢着俺两口人让俺打铁，俺得先把他娘俩找回来。哦，哎，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办吧。你把他们娘俩的姓氏、年龄、长相都细说一说，咱们给北山临县各公社都发个信，盖上公社的公章，求他们抓紧给找一找，咱们等个回信儿，你看中不中啊？牛书记，俺张铁匠落后那么多年，可俺还懂得和党心换心，这合同俺签了。好啊。活都打完了？打完了。你看，各公社都回信了，到处都找遍了，可是还没找到他们娘俩。牛书记，您交给俺10个月的活，俺8个月就完成了。俺想亲自到北山找找他娘俩，要不俺一辈子也死不了这条心。嗯，去吧，把铁匠条挑着给你看看合适吗？找到他们以后可千万给我老牛捎个信儿。嗯。记住，好好的。
小铁匠。怀着对腊月娘俩的深切怀念，走进了北山二家墙。他每走一个村庄，就在桑木扁担上烫一道明显的痕迹。从春到夏，已经是二十道了。好手艺啊，谢谢，真不错。哎，王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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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看到吗？干这行的清上很好。他家都有什么人啊？听说呀，好是个光棍儿。大翠妹子，这新社会了，也先在寡妇家移动移动。你年轻轻的，又没个孩子拖累，趁早再走一家吧。啊，那也得有个合适的主啊。您放心吧，这些家伙您就撂这儿，咱这个村啊没错，哎，就连一颗钉儿啊，也少不了您的。好，那就放这儿。张师傅，嗯，您贵庚多少？属虎的。哦，家里都有什么人？挺好吧？哎，我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子不饿呀。哦，
俺跟你家哥到狗妹妹，白天拆桥夜里修啊妹妹，哥哥有心翻过墙哟妹妹，就怕你家大黄狗妹妹。刚吃顿饱饭撑的。什么从这儿来的拉的？这是站岩石打的。这手艺是高的。活多着呢。干嘛呢？干好。多好。好火候啊。铁匠哥，不知俺做那小罐儿合适不？大妹子，俺实在担当不起。不知道那双鞋你是咋按着俺的脚做的？那你没问问你那双脚，问他每天从俺门口走多少回，留下多少双脚印儿？这可叫俺咋谢你？说啥谢不谢的，女人家不会打铁，还不会做点针线活。你家有没有什么活让俺做的？人多嘴杂，俺没得空找你。那改明儿我给你打一对镰刀，打一对锄板，你们两口一人一个。成双成对的物件俺不要，俺家就俺一口人。啥？那你那口
头两年他一个人走了，在那边山坡上的。哦，铁匠哥啊，俺听说你也是单身，俺想问问你。张师傅吃饭了。哎，我就去。铁匠哥，铁匠哥，白天俺的话没说完，俺想问问你，愿不愿意？大妹子，俺忘不了你的情谊，我明天就离开你们青龙沟了。为什么？是为了俺。大妹子，俺不瞒你，俺家里还有两口人，前两年逃荒来到这北山后，两年了没音信，俺还得去找他娘俩的。俺是打铁的，可俺的心不是铁打的，你对俺的情谊俺会记一辈子。多住几天不好吗？还是走了的好。走吧，铁匠师傅，要是当真有菩萨，俺就一天替你烧炷香，让菩萨保佑你早一天找到咱的苦命的姐妹。大妹子，掉零草
满山舞，一边痴情啊，问秋在何处，在何处，在何处？孩子，下来。你管不着。下来，我给你东西吃。给，快吃吧，孩子，不吃完不让你走。酸娃，你咋知道我叫酸娃？孩子，我是你爹呀。孩子，你看看我，你好好看看，想想那年你骑在我的脖子上去饮马桥赶集，我给你买了个小拨浪鼓，你拿着拨浪鼓伸胳膊动腿的，你想起来了，好好想想，你再想想，你想起来了吗？那年秋天，我钻到豆壳子里，给你逮了个小蝈蝈，用秸秆编了个小笼子，挂在咱家的石榴树上。你还记得咱们家的石榴树吗？你好好想想。我要爹，你不是。什么？你娘在不？我爹，你不是。我爹，你不是。大嫂，大嫂，我给你打听个人呐。腊月，腊月，我是银锁。是梦吧？不是，不是梦，腊月。
为了找你们娘俩，我走了99个村子。可你在屋里留话，说你和双老等俺。俺等你等了2年，可俺哥说你在劳改队里逃跑，让人家用枪打死。他让俺死了等你的信，他还逼俺再走一家，就是那个姓夏的。是他，俺死活不从。俺已经要把拴网拉扯大，又不枉咱夫妻一场。腊月，那年食堂断了炊，俺哥又逼我，实在没法活呀，我就领着拴网逃到了这村，也就倒在这碾棚棚里，俺娘俩都饿死过去了。记得拴网嘴里还含着把路边草啊，多亏俺遇到了好人殷锁哥，他真是个好人啊，有饭给俺娘俩吃，他自己吃巷子面，天那么凉了，他就住在四面透风的小棚子里。有一回拴网病了，整天昏迷不醒的，可把我给急坏了。儿子，大妹子，你别着急，我到南山去一趟，给拴娃去采药，你等着。大哥，2天后，刘大哥真的回来了。大妹子，快给拴娃熬药。拴娃喝了刘大哥采回来的药，病很快就好了。可是刘大哥却病倒了。刘哥，吃药吧。不久刘大哥的病也好起来了。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打那以后我们就相依为命了。双娃他娘，你可别走啊。翠花他娘，哎，俺在这儿呢。那是谁呀？哦，是我，一个打铁的。打铁的？我说铁匠师傅啊，你先到家喝点汤暖一暖。谢谢了，我这有山下老乡给的油条，喝口热水就行了。油条？
请问师傅尊姓大名啊？不敢呐，我姓南，小名寿，南寿。是啊，南师傅啊，人生在世就是一个寿字。我姓刘，小名忍，刘忍。对不起南师傅啊，我有点病，少陪了，明天再说吧。哎，俺这个村啊可有你做不完的活儿。说娃他娘，这个南师傅抱捆柴火，天凉了出门在外的不易呀。壮的，你这是干什么？我在这北山沟里，从春到夏，从夏到秋，找了99个村子，这么大的灾荒年，死了多少人？可我不死心，如今找到了你和栓娃，你们都挺好的，栓娃也长高了，可他又有了一个爹，我还是走了的好。求求你别再挖俺的心了，你就忍心丢下俺跟栓娃吗？那你就跟我走，带上栓娃。你先跟俺回村去，听话。英锁，你碰见咱栓娃了？碰见了。怎么？栓娃和他说了？啊，说了。可他没疑心，他说你叫栓娃儿子，是你喜欢他。我把我打铁挣下的这300块钱留给他，好好报答报答刘哥的恩情。他不会答应的，你让俺再想想咋跟他说。
人不是物件，说拿走就拿走，他也会难受的。爹，张家兄弟啊，顺娃，这是你亲爹，叫爹。爹。哎，顺娃，你想起来了，栓娃，我的好儿子，娘。这是刘哥吧？你为了俺这一家子受尽了磨难，是你养活了他们这两口人，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恩情。快别这么说，你这话叫我难受一辈子。养活谁养活谁呀？是大妹子他娘俩这两年叫我过得像个人样。不是你舍身忘死救了他们娘俩，你受的苦比我多，你们是患难夫妻，你这一妻一子让咱们血肉相连，我得到你们一家子的情分够俺一辈子享用的了。张家兄弟啊，看你们俩，先回家吧。对，张家兄弟啊，这有你的家，走吧。爹，咱回家吧。走吧。来，张家兄弟，祝贺你全家团圆，喝了这碗酒。让孩儿认了干爹吧。不行，你听着，只要我活着，只要我还捧着公家的饭碗，你就休想跟腊月复婚。为啥？我那履历表上不能有劳改犯的亲戚。孩他舅，我和腊月可是两厢情愿呢。只要我这厢不情愿，你就领不了复婚证。你呀，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找牛书记去。哼，牛书记他已经去党校学习社教文件去了，现在掌握公社大印的是夏副社长，我现在是张庄的工作组组长。你大搞副业闹单干，大刮资本主义黑风，等着挨批判吧。你和腊月的事儿，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把没有改造好的坏分子的帽子再给你戴上。走，腊月，走。你给我走。妹子，当哥哥的不能坑害你呀！走，你给我走！放开！你要是敢不听我的，走吧！你给我走！你走不走？你放开！你走！你。腊月被他哥逼回娘家以后，印马桥公社传扬着一个特大新闻：
说王腊月已经成了夏谋的尊夫人，这如同一声霹雳落在张铁匠的头顶上。打那以后十多年，张铁匠再没有见过他们娘俩。今天政策给张铁匠平了冤案，他们该破镜重圆了吧？不，那发生在动乱年月的另一件奇特的事。滚开，你个劳改犯，你个不要命的带枪子的，使张铁匠心头蒙着不可驱散的暗影。银锁，银锁哥，你等等。银锁，银锁哥，你的心真是铁打的。银锁哥，你就留留步，听俺说两句，说说那天。大嫂，我不认识你。可你总该认识他吧。这是你留给俺的，是你在俺心上留下的还不算，张庄子，这是俺的罪。啊，俺已经都赎了，我和你两清了。你走吧，你的儿子在等你。那是银锁吧？银锁，刚从小满会上回来啊？啊，十七年了，没有像今天这样热闹的集呀。走，进屋开开灯，我跟你说个事儿。怎么样，乡亲们还认你这个张家莲吧？还行，乡亲们还没忘了肥连章。好啊，在集市上看见腊月了没有？见了一面。满仓哥，不提这个吧。好，不提就不提。哎，今天公社研究了你们武将归行的事儿，我们队委会也研究了，把你包里的两亩责任田给你免了。专教你打铁，
定值交对儿，一天记十分，超支归己，你看怎么样？我说再等等。等什么？再看看。哎呀，看什么？这一年多你还没看见？看是看见了，可是我怕啊，怕再熄火，怕再变。你呀，就一百个放心吧，我的铁匠老弟。如今中央这农业政策生根在咱们社员的心里了。哎，满仓哥，就说不变，可我这双手没有个帮锤的。今天啊，是你家二小子给我当帮手，可是你也包着责任田，总不能……哎，别急，我呀给你找来个帮手，保你称心满意。谁呀？哦，呵呵，和你呀一个模子拖出来的。哎，进来吧，来认认师傅。走，孩子。爹，我是栓娃。栓娃，几年不见，你长这么高了，可把爹给想苦了。爹，您别难过，我这不来了吗？你是咋来的？来，让爹好好看看。你是怎么来的？俺娘，娘叫我回来跟爹学打铁。娘说不能叫飞连章的铁匠炉在俺这一辈上熄火。怎么样，铁匠师傅就把这个徒弟收下吧。啊，他说小栓娃子回来可是一喜呀，俺烙了两张饼，你们爷俩好好在一块吃一顿，可不能让孩子一进家就给你啃的冷馍就生葱。嫂子，看你。大娘，你快吃吧，热热乎乎的一家子。栓娃，爹不能留你。打我从北山把你娘俩接回来是七年了，你娘拉扯你这么大不容易，你撇下她我过意不去。爹，那你为什么不把俺娘接回来？难道俺娘是你的仇人？你五八年的事儿也平了反，难道您还没有过够难过的日子？难道我命中注定要当个不是没爹就是没娘的孩子？
反正俺娘是个好娘，天底下再也没有比俺娘更苦更好的娘了。不吃，不吃就睡吧。谢谢爹，总算没撵走俺这个小要饭。这是俺娘给爹捎来的这火围裙、橡皮膏和欢子油。俺娘总怕火星星烧着爹。是谁交给你的这打铁的诀窍？俺娘。走啊，没看得见。来呀、啊、来呀、啊、上这院来看看来。来婶子啊，来来来来，看这当天院啊，又热闹起来了啊。我说铁匠炉还少一样，少啥呀？少个拉风箱的。那你有眼泪。太阴色叔啊，你这个铁匠炉是啥都有了，就缺个知冷知热、缝缝连连的内当家呀，可不是吗？这一天三顿饭就够爷俩忙活的了，可不可？这不容易啊！我是银锁，你就把腊月接回来吧。可以。这事儿嫂子给你做主了，咱张庄有现成的响器班，让俺家老二啊给你当炮手。二位，哎，中。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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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去去，干活去，干活去啊！我不相信，俺娘当真是那负心的人。俺大舅，真能支持俺娘的心？难道俺娘当真怕跟着你受苦受罪受连累？俺娘一天也没忘了你。从北山回来那年，妹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啊！你那个劳改犯又戴上坏分子的帽子了。那好啊，你就把坏分子家属的帽子给俺娘俩戴上。你个这，俺回张庄过去。你，妹子，你跟夏社长有缘分，你在家当闺女的时候，他就想着你呢。这不。哥哥已经给你们办好了结婚证，给。爹死了，我就是你的长辈，你的事儿就得我做主。拿着，来。哎，你，你这，哎呀，你这，哎呀，烧了结婚证。还有村根，法律要管教坏人，也要保护好人的婚姻。
腊月，你要是不跟夏社长，那张银锁绝不会有好日子过。你好好掂量掂量吧。就在那天夜里，我和俺娘劫了一辆拖拉机，跑到西山俺舅爷家里去了。文化大革命，公社打下派，把俺娘揪回来，说夏某霸占良家妇女，要打倒他。保下派把俺娘藏起来，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俺娘都是为了你，可你。哎，他来了。谁？孙娃他娘。他在哪儿？在我家。他来干啥？还用问？他想和孙娃他爹，你这位姓张名银锁的狠心人见上一面。走吧。还是不见吧。哎呀，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人，你，人家把儿子送给你，又大老远的来找你，人家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他跟姓夏的手续是他哥哥包办的，他这些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你该知道。我知道。你知道，那你为什么不认下这个苦命的妻子？满仓哥，你坐下听我说。栓娃，你也听着。那年公社红色政权的头头叫我打扎枪头，我不干。不干也行，这些年你可受了不少苦，这都是走资派夏谋陷害的。为了表示你对红色政权的忠心，今天你能打一顿那个老狐狸，就把老婆还给你。我不跟你们打扎枪头，你们把我当枪头。嗯，中，我就给你们打打这块铁。好，去，哎，把老狐狸的门给他打开，让他去批判那个顽固的狗屎队。好。明白了吧？我不信，爹，我不信俺娘是那种人，一百个不信。栓娃，你听我说，你就跟我学两年打铁的手艺，等
等我给你娶上个媳妇儿，你们俩就和你娘去过。我把这祖传五代的铁针子、铁戳子都传给你。我就是不信。我现在就回饮马桥，我得问问俺娘，问问真情。哟，这下子，燕总，你看谁来了？小车匠，你不认识俺啦？哎呀，牛书记，我的老书记，我到公社去了多少回，他们都说你，说我到马克思那儿去报道了，是不是啊？他老人家不收我，我说，张铁匠家还一桩冤案没了结呀，又叫我回来了。牛书记，走，快到屋里去坐。哎。啊，快坐啊，快坐。你们也坐，快坐吧，大家坐吧，快坐。喝点水。我先说两句好听的话吧。我这叫四面山河收眼底，几家忧乐上心头啊。哎，20多年了吧？可不嘛。这20多年。本来是属于你们的幸福，可是直到今天你们还没有团聚。我这个在咱们公社当了多年书记的人心里边不好受啊。这么多年我心里这块疙瘩一直没解开，我到公社找了您多少回，他们都说您身体不行了。哎，牛书记这几年也不易呀，现在老书记是咱们县里的顾问，昨天一到公社，今天一听你和腊月的事儿，嚯，抬腿就来了。这不岁数大了，心事感情都重了。一听说你们这事儿啊，我心里就揪得慌。还是说正事儿吧，一路上你们生产队长满仓把情况都和我说了，那天他们叫你打夏谋完全是他们的阴谋。你看看姓夏那个鼻梁骨，咱们拿酒把张铁匠灌醉，让他干这活。哦，他要是不干呢？答应他事成之后把老婆还给他。那他干得不彻底怎么办？咱再补补锤。完了事儿我就一口咬定是张铁匠为了报他那夺妻之仇犯下了杀头之罪。哦，我在牛棚里听到一个有良心的人告诉我，是我叫他告诉腊月去拦你的。腊月拦我？是你让他去的？嗯。那腊月咋不说呢？前几天张狗闹还是社里的副主任，这次我来公社就是为了他的事。他承认了那次的阴谋。再说腊月空口无凭，说了你相信吗？哎。对不住你，爹。满仓哥，嫂子，
腊月。严锁，严锁，俺回家来了。俺娘俩快有20年没个家了。这些年有多少回俺还怕自己挺不过来了呢。闺女的时候就把这颗心交给这个家。我总想这辈子。老爷，我委屈你。好了吗？赏给鸡拜年。娘了个叫，你是吹腰啊，大铁？我说你们俩好心了。
娘了个脚啊！木匠叔，我，哎，你看你，人家好不容易给你请来个捶腰的。哦，俺爹这人吧，嘴冷心热，越疼你就越骂你。腊月，你回去跟木匠叔说一声，别让他生俺的气了。刚才给你水喝，你咋不喝呢？本来就热，一喝水光出汗。那给你扇子，你咋又不扇？木匠叔比我都热，他不扇我扇，那叫啥话。咋不跟俺爹捶腰去了？俺爹念叨你呢。是骂我吧？该骂。你那天把啥东西往俺家了？一条毛巾。还要不？给就要。给。这不是俺那块。咋？一条旧手巾换条新手绢还不愿意啊？俺打铁的不能用这擦汗。给。傻样。吹他两个脚。木匠叔哎，你这个老贱不头子。人家银锁不光老实勤快，还有一身的好手艺，这样的女婿你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啊，得得得得得。他哥哥前两天给屈秘书夏母来说亲，说夏秘书看上啊怪茅房啊，我的车子都是一色的枣木柿子木的，打你爷你爹那边就推我的车子笨，我看的是你笨。哎，这车就是我呀。乡亲们，乡亲们，有相中这胶皮轱辘车的，到飞廉张记铁匠炉说一声，保打保修还保换。行行行，保换换。好，有你一个。多少钱？好，有你一个。你小子懒得好翻了你啊。哎，木匠叔，咱们农业社马上就要组成联社了，咱们搞技术活的也得撵上形势啊。撵你娘那个脚，你们老尊手下的人少管我们鲁班行里的事儿。你等着。哎，张庄的，你叫俺张庄的啥事儿？你把俺爹气病了，你知道不？你爹装糊涂，你动了谁的心肝宝贝车了？俺给他气出啥毛病？嗯，他躺床上直哼哼，一会儿说腰酸，一会儿说背疼，一会儿还骂那个小铁匠。他骂俺啥？骂你是个乱撂蹶子瞎踢腾的小兔崽子。这木匠叔好大气性。都怪你给俺惹事儿。俺白天上工推土打夯，下工还得赶爹捶腰，比打夯还累呢。那叫俺咋办？咋办？俺得罚你赔俺。那人可叫俺咋赔？去，
不是赔，是赔。赔？哎呀，你这人耳朵是咋长的？俺不是让你赔俺，俺是让你陪俺。俺是说让你陪俺到俺家帮俺捶捶俺爹那腰。哦，中，中。我现在就陪你去。你真去呀？啊。好吧，去俺家。走。爹，我是区里的干部，那胶轮车能加快工程进度，是新鲜事物吗？爹，咱该支持啊。去，你去治你的。哥。啊，妹子。爹，我回区上去了。爹。哎。那小铁匠来看你的病，给你赔不是来了。爹呀，官不打送礼的，看人给你赔不是来了，你还拿起来了呢。不稀奇。今天是这位远近闻名的山村铁匠歇业多年重新开张的大喜日子。他本想卖完镰刀到集市上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可是却被一个女人哀怨的目光搅乱了他那欢乐的心境。将从心底呼唤着这20多年来牵动他心的那个女人的名字。20多年呐，记得是在初级农业社的时候。吧，满仓嫂，快走啊！咱们张庄分的那段工程进度怎么样了？不怎么样呗。哎，银锁兄弟啊，你怎么上工地来了？我把那木轱辘车换成胶皮轱辘，到这儿来试试车。胶皮轱辘啊，这木轱辘。哼，你的哑巴车会唱歌吗？你听咱的。满仓嫂，我先走了啊。好嘞。看啥呢？我看那车呢。你看那推车的人怎么样？去你的！快点，快点，快点！这车往那边去，往那边去！后边的跟上，跟上，跟上！啊，后边的快上来，快上！王木庆，你来一下。哎。啥事儿？下那手。你看，你妹子王腊月他们的干劲儿多高。我写了一篇表演稿，你给用老伴念念啊。嗯。哎。请注意，请注意，现在广播一篇区夏秘书写的表演稿。银马。看银锁。嗯。夏秘书，你看那车。嗯、
我说木匠大爷，你那木轱辘车和那胶轱辘车比不行了吧？太笨，不行。满仓啊，别拉不出屎来把那个胶闺女了。你这快嘴今天又给铁匠来保媒。哎，人家早自由上了。吹腰，吹你两个脚。把拉月给吹跑了。笑。就这样，黄木匠的娇闺女成了张铁匠的新媳妇了。来，我背你过河。嗯。嗯，俺不，俺怕人看见。没人，只有月亮奶奶，还藏在屋里。给。哎，咋了？俺怕水鬼。哎，我是水鬼，你听着，你要是敢吓唬俺的拉月，俺非用火钳子把你夹在铁针子上，不论你一百下。干啥呀？不算拉倒。傻呀。银锁啊，俺想下河洗个澡。你不怕人说你疯长？嗯，咋？信你们男人下河洗澡，就不信俺女人下河？封建。中。就像那大喇叭里唱的：“砸开那封建的老铁门呐！”腊月。俺想跟你一块儿洗，我给你看着水鬼，啊！去，不老实，快到小树林赶紧站岗去。去。嗯，不许看。腊月，水凉不？不凉，暖和着呢。月奶奶，你别笑俺疯长，俺又解放了一回。Thank you.
这把给我了，这把给我了，张师傅，你是飞练章老张铁匠的嫡系后辈吗？哎，你用的铁针子是道观年间传下来的吗？我再买两把，真好啊！听说你的张脸用盐水干活，这得有啥科学性吗？听说您的镰刀磨快了，可以当刮脸刀用，是真的吗？张铁匠，你今天卖这个张家脸为什么不砸上飞镰章的钢印呢？早先可是砸着哪儿啊。哎，张师傅，你们张家铁匠炉会不会再起火啊？哎，我哥麦子可等着你们张家连用。现在就是工厂等着有工程啊。只要政策不变，乡亲们都喜欢张家连。我这钢印现成的呀。哎，不会变的，你砸呀，变不了，砸什么砸呀，就是给我砸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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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上。